现在我们要进入到那个，爱小迷微群展的最后一个场次。那我们下午是跟王平来看一部关于性别的片子。那我们今天晚上这个要来看的这部是天使回家，那是还跟艾滋有关的议题。在影片结束之后，我们一样也会跟艾小明老师来连线。这部片子比较稍微短一点，因为下午看得太长，看了两个小时又四十分钟。那今天这一场再到四十分钟，有时候我们待会可能比较多的时间可以跟艾小明老师来做连线。那另外今天现场语坛来宾还有台湾关爱之家的郭立凯先生，因为原本是杨杰要来，但是他临时有事到中国去，所以就是立凯会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那我们就开始来看今天这部影片。三天你会出来？是的，他说是让天气出来。肯定了。因为前天出去上班那天给他打电话，那院长他就说，不让天气回来过十五。您准备去接他？是的，下午三点去济南，到法院下判决，下了判决以后看看。有没有告诉您判决是什么内容？没有。反正没去，肯定不知道。他不会，托人找人问他，他不说，不告诉。孩子求学，孩子九岁送上学，家能读十八年的学。上了大学毕了业，找不着饭吃。救不了你，不给孩子解决一分钱。这是给你，这是给哪儿？给县政府。我给县政府给了了，给他们了了。我说的几个亲戚们多，要是如果来的话，他真不放了孩子，我给他给发给肯定的人多，我都发。那么你跟县政府反映过这个情况，政府怎么说的呢？是石宝村说，前期给石宝村反映过。石宝村说，你想交病，县长交病还没钱呢，你就是浪费国家资源。现在来中国就是给老百姓当成敌人。家管院都给家管院给石宝村合伙和搞这个孩子害。
吃都是田喜的东西。啊，您从哪里拿来的？看这个石头。啊？您从哪里拿来的？我从北京。您去他北京房间了？啊啊，我没有，我去在那个派出所里，他给前些个东西弄了，派出所里，拉了派出所里了。派出所把这些东西还给你的？啊啊，还给我了，电脑没有了，电脑叫谁给弄走了？派出所把这些东西还给你的时候说啥了？他说的前几这些那场时间他没有来，他说让房东说那个他没有来，他占了房子，他想给他找派出所的给他挪挪，他给我办租房子。派出所当时说弄前几的东西的时候拍的有照，等我去弄的时候他没有给我拿照，我都半夜去拿前几的接那个电脑。昨天到前天电脑给东西拉过来，完了找不到电脑了，找个电脑。前期的能往弄就行了，这。别问，那还有一张，还有一张，还有一张，在那里。我前期的那个病历。您写的什么呀？我写的就是我写的全篇都是这样的，就是又是说田喜的病感，现在是最治疗期最佳期是在2010年8月，至2011年期间，需要的治疗费10多万元，家庭经济困难，心想这回碰上了一位县皇帝下个手机，他的都是把，他亲自把。这是田喜以田喜的口写的，我回家解决问题，安心治病，反而逮到的残酷打击、迫害、关押、致命，惨无人道。金色的阳光，被乌云笼罩，何时散去？现在田喜的身体和生命告急，危在旦夕，急需治疗。恳请河南省委省政府及时作出决定，再从新蔡县委，县政府。无罪释放田喜，去北京地坛医院治病。给了好多这个媒体啊，新闻媒体，这些记者发的有。南方都市报。在南方都市报写的。这就是田喜小时候。再找。不。小时候跟现在来比，田喜从小长得又白。双眼单皮的，人好的一个孩子，给我孩子糟蹋了，成了一个一根皮材来，瘦的。这是我给田喜第一次上访，在北京天安门留的，合影。田喜一直在北京上学，然后就在北京。啊，对。一直这上了学，毕了业，一直都没找着活，就干干这干干那的。他一到哪单位的，他要上访，他要写简历，一听说上访，人家都不想收他，所以孩子就业难，找不到工作。回来的，县里给我孩子36人，组成一个队伍。一天24小时监控我孩子，给我孩子造的这个声势，我孩子没法无法站心态。那是2009年。啊，无法站心态。那是2009年的11月写。现在我孩子想，就是说我活着我也不能站心态，我也要到北京。田妈妈，你说您最近就是这半年，你给孩子拿了多少钱了？拿了接近都是2万块钱，都是连打吃的，再拿生活费，再说路费，
戴美国这戴打电话找电话费总共这样都是接近20000块钱，就是这半年啊，都在半年接近20000块钱。嗯，对，有光手机费都拿了了都花了2000多。是您给他的手机费打电话？您不是，不是手机费是我家里交的费用，到前期压钱你做了到现在我家里就费用接近20000块钱。那这个钱你们家里你们自己哪里有这个钱呢？我家里肯定我也都是在房子租出去，我都住一间房子，房子租出去给他，他有他爸有点工资。我们生活里啊，我生活艰苦一点，我有用我都不舍得敲一分钱，我有一点钱我都舍不得给孩子。钱舍得的钱你是让孩子花。这本来的就是想着有点钱你想给天喜去治病，啊，天给那天喜那钱治病，结果那天喜被县和县政府的这样一关押。我这已经把它花下去了，一直都在继续弄这个钱。如果不是这样的，田喜的生命就那就是难以生存了。要不是说媒体关注，县委县政府的是有心，是一心一意的想把田喜整，都是拿田喜当个例子。为什么他们那么恨田喜？因为田喜上访，他说田喜上访，上访就是。影响他的政绩了，政绩升官发财啊！他的政绩就是田喜上访，因为上一次访都要给这个新田县政府服务，记一次这个可能在他啊，在他工作中可能要那啥，影响他的那个政绩了。有思想准备吧，万一晚上下午不放那咋办呢？我要是如果不放的情况下，那我还得继续上诉，继续上诉。我一个病孩子，他给我在这硬来硬的排害坏我，那我还活着也没有啥意义了。我已经50多了，我还怕啥？我没有孩子了，我也不想活了。我们现在就把生命置之度外了。田喜是为了这个所有受害者，我们为了田喜，共同为了这个受害者，我们要挺身而出。不服气现在呀？这老板这个有人还没变坏吗？有了。首先说的是前年个3月11日、12月11日，啊，都俺老弟。你们有没有找过北关医院？你找上他不买账，俺们这市场里面找的多了，他都不买账。为什么你不跟医院讲道理呢？上哪讲呢？他说再多了去了，俺哪讲呢？他说你告你也告不赢，他说的。你这去上找政府的，政府都推到乡里，乡里的他也不管你。那么你找过县委吗？没有。你谁都不找？你拿到哪个摸不到，也没找过。你像我吧，也不识字。当时你怎么找？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吧。那时候你多大呀？那时候我16吧。那怎么面对这个事？其实我还好说，就是我的父母吧，他们很难接受，一传出去吧，然后就没人来找我玩了，当时现在特别失落。我的一个孩子，你看感染个这样的病，我是确实真感到惋惜。您知道今天宣判吗？不是认识他的。我说这个那个什么天喜，是啊，是什么天喜？家里三人都不知道，他在上面关关押半年了。那个是啥概念？讲的是。潘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还有入口就过来的。我们也刚刚那个。老婆不是吗？哎，好，要死了。病友，就是喜梅互助之家的成员，还有就是还有就是我们乡政府现在的志愿者。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完全就是没有规则的一个政府，完全没有，根本就我根本就找不出理由应该怎么样对付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政权，真的很无赖，就是给人感觉很无赖。你如果有，你可能你如果能够找到他的规则，找到他的道理，就是说你找到他的那个道理，他是在怎么样的，是一种价值观里面在做这件事情的，我们还可以去表达他的愤怒，去批判他。但现在我们看不到啊，我们都看不到他是在像就是说像有人性的再去做一些事情，或者是有一些准则的去做一些事情，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在干什么。是三点宣判，对对，谨慎乐观，对对，啊，应该是今天下午就能宣判，判了以后就知道结果是什么了。检察院也说，他们也同情田喜的遭遇，但是呢，田喜做出了这种行为，他们认为是构成犯罪的，所以故意毁坏财物罪来起诉。田喜究竟做了什么？他主要是去找医院的院长去解决问题，在得不到解决情况下，在敷衍塞责推卸责任的情况下，他把那院长的那个办公桌上东西推到地上，然后把一些文件扔到地上，然后推倒了花盆，推倒了饮水机，还有把那个电脑的显示屏摔那个推倒在地上。按照那个，即使按照他们起诉，按照检察院起诉来说，这些东西累加起来，就算全毁坏了，累加起来也就4000多块钱，还不包括有些东西是可以修复的。那他们怎么解释对给田喜生命带来的危害？他没有解释。就像开庭的时候，我总是要说，我说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我要讲历史背景，讲田喜的悲惨遭遇，但是他们不让我讲，不听这些事情，他们只说就这个案子来谈，只说这个证据的问题。啊，但这个案子被输血感染的艾滋病啊，是这个太惨了，可以这样，甚至我可能就没办法让我去想象这个事情啊。真是太惨了，然后这是都是因为政府不作为一些事情啊，它造成的，然后政府还不去赔偿。我说，叶海燕问我一天，说如果你也是跟田喜一样的，你怎么办？我说我可能艾老师不愿意听我说这话啊。我说我绝不上楼，我甚至绑上炸药包，我就把他炸了就算了，一了百了就得了。对呀。法官什么表情？法官就是不让说嘛，反正开庭的时候，因为经常有人进来递小纸条，就是从旁边那个门，隔一段时间过来，有警察法警过来给法官递个小纸条，隔一段时间递个小纸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你在听什么呀？啊，刚才艾老师在采访喜梅的时候，我推了一下。然后他们要找一些志愿者去迎接田喜嘛，他们也听说田喜要释放了，所以他们在打电话，找人组织好的，来到我这儿，我们一块儿去迎接田喜。还得回来，来来来。
快点，俺这我走了，留了俺给抬过来了。哎，西北管道，西边管道。赶紧，我们坐这个车先走。敢不敢说说田喜的事儿啊？这个好孩子，咋不是个好？学习成绩也好呢。再说俺的田喜，这孩子是到了学习成绩都好，小时候都可好，这孩子可乖，不听话。你知道他为啥被抓吗？为啥被抓？这他不是那个是去上床吗？他不光田喜，您认识田喜、啊？我认识田喜一些。我认识的。啊。孩子，如果要这事儿，他及时的解决，哪有发现这事儿？你都知道那孩多老实，还内向，还老实，那兔子不急还不咬人呢，对呗？他都给人逼到那一步了，你说咋办呢？你摊着谁？你让好说，他不给你解决，你找他不理你，你上哪他不听你的，你说咋办？啊？你摊着谁说？都认识的吧？这些男的都认识的。嗯，这些人都认识，从医院里认识的。这都是我们城管孤独队的，这些人呢？这都孤独队接到的。啊，接到了。嗯。他说是田喜的亲戚，只能知亲可以进。等一下，这边那边都进了好多，都不拿身份证就进去了。我拿了身份证让我等了，最后他没招了，不让我进了。真是的。你是因为输血？对，我是因为输血感染的。你有证据吗？我没有，但是我去找过那个医生，去找他要过这个病历，他说没有了，早就没有了。我说不可能，那卫生局呢还在开着，怎么会没有呢？他说没有了，反正就是没有了。我说没有了，我现在怎么办？他啥怎么办啊？你现在不这样吗？我说是这样，但是我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以前是什么样，现在是什么样？你的腿是什么样？就这个病引起的嘛，就是一直高烧，然后查不出这个病，到查出这个艾滋病的时候，就是一直高烧，烧的腿也不行了，然后走路就走不好了，就叙事的这个故事的段落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短的部分，就是在期待他要审判，然后最终的结果，那结果是原本以为可以无罪回来，但是最后是判刑了一年哈、哦，所以这其实一个非常短的这个故事。不是之前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最主要是因为田喜是一个艾滋的感染者，然后输血的原因。那后来因为这件事情，他就不断的去上访。因为学校的医生，医院并没有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应，所以他就
在这种莫名其妙的状况下变成一个维权的人士。那我们这一次的场次本来是有要邀请田喜到台湾，因为他刚好可以出国，就是离开中国。那联络的结果，后来他要去法国，所以他就没办法到台湾跟我们一起来看这部片子一起座谈。不过在这个邀请的过程当中，我们却发现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在台湾的出入境的相关的法令当中是禁止艾滋感染者入境，是吗？对，所以这是一个让我们觉得，哎，怎么会这样子哈？对，那我们今天的座谈呢，待会儿会跟艾老师来视讯连线，现在在联系当中。那另外，我们今天本来是邀请到的是杨杰，但是因为杨杰临时有事情没有办法来，我们就请这个台湾关爱之家的郭立台一起来跟我们做分享。那我们先把时间交给立台，然后由立台跟我们分享。好，那感谢各位在场关心人权、关心这个艾滋病的朋友，那大家好。那我是大家都叫我阿凯。那其实关爱之家在中国河南地区默默的服务艾滋感染者跟支持艾滋儿童孤儿已经十年了。那在这个十年当中，我们看了非常非常多类似田喜的例子，他们因为自己的权益受损，他们不知道到底要找谁求偿。他们不断地到北京上访，或者在当地的比如说像田喜所在的新蔡县政府，甚至到河南省政府去上访。那在每一次的上访当中，其实都在政府的单位都有留下很多的记录。那这个记录也会变成中国政府在对于这些争取，在我们看来是争取自己权益的人，但是在中国政府会认为这些人是一个所谓的维权分子，甚至是知识的分子。那他们在每次上访中，他可能会给你扣帽子，帮你收证，然后可能哪一天就到你家里莫名其妙把你逮捕了。那就像我们知道更早期的我们的高耀杰高老师，他现在人在美国。那我们在去年世界艾滋国际艾滋大会的时候，我们有到那个纽约去看他。那高老师现在的身体状况也非常不好。我们当初也有我们杨杰秘书长到纽约的时候有问了一下高老师他现在的身体状况。那他其实我们是包含河南很多的病人都希望高老师能够落叶归根，还是回到河南去，因为毕竟高老师这么大的年纪能够还要在外面漂泊，甚至在美国其实是就医非常不方便甚至昂贵的情况之下，他的生活是没有是透过私人然后中国的留学生在外面用一个很低调的方式去协助高老师在那边生活的。那现在高老师也遇到一样的问题，就是说他的中国护照其实是已经过期了，但是他也很担心说他如果回去再被中国政府会怎么样的对待，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也很害怕惶恐。那关于这个高老师的部分呢，我想我们其实也有跟河南的相关的单位就是有侧面的了解，其实他们现在政府的态度对于这些像尤其像高杰老师这些比较前辈了，算是艾滋维权的前辈来说，他们其实是已经对于高老师的现状也表示很同情，那也很希望他能够回去，因为毕竟高老师的年纪也很大，他能够在做的事情其实也很有限，因为高老师其实也自己著作了非常多的书，关于去批判或者去描述当时中国因为的现行政策的错误，包含在不管在公共卫生在各个领域的一些疏失，那也批判了很多。那我相信其实这十年来关爱之家在中国我们照顾我们服务过的艾滋病人也非常多，有去北京上访的，那也有很多的，我们也很多的伙伴，我们曾经在关爱之家在帐篷里面工作的工作伙伴也都是艾滋感染者。那这些艾滋感染者里面有非常多也是透过维权的方式或者是自己争取自己权益的方式，他可能不是聚众的，他可能是就是像我们现在有一个家里有一个保姆，那他当时是因为他有需要换药，
那换药这件事情对一个艾滋病人来讲非常重要。当他面临当他的一线药物需要没有治疗是无效的时候，他可能需要跟医生讨论要换药。换药这件事情在台湾的艾滋病指定医院其实是很容易讨论的。即便现在台湾的 CDC 对于这个艾滋病的药价有做调整，然后致使现在其实有包含在台湾很多的艾滋感染者，他必须接受一线药的痛苦的副作用的过程之后，有这样的证明，医生才能帮他说好，那我们去申请来跟 CDC 争取做一个比较好的药物的治疗，让你的副作用比较少。那这是我们现在看到，因为政府在这个整个治疗经费上的不足所做出的一些处理。那但是在中国，在我们回到刚刚我讲的那个我们的保姆身上，他到他的村子里面的卫生站，他跟他医生讨论说，哎，我在那个郑州第六人民医院的医生看的是说，哎，我要换药，来换什么样的组合？卫生站的医生跟他讲说，我们这没这药，你不用再来了，你再来再多次，他也把他那个卫生站医生说，把他仓库打开，你看我仓库都没这药。后来那我们的病，当然病人自己一定会觉得很奇怪，省级的医院说你可以换药，你拿着我的处方签，你到村子里面，到你原户基地的村子里面就可以拿着药，为什么村子里面医生会跟你讲没有？那后来他就到县里面县级的卫生局去问了，卫生局的工作人员非常客气的，也是把他仓库打开看，确实有药。那我想是一些可能是很多医生个人的因素，所以造成其实我们在每一个河南其实很大，我们在每一个城市，在每一个地方乡村遇到的很多病人的状况都不一样。有些医生他会非常积极主动的帮他的个案争取这些药物的治疗，那有一些地方真的有些医生他确实我们觉得很令人摇头，但是你也拿他没办法，因为他就是在那个位置上，那你要再怎么跟他争取抗争，其实到最后可能受伤的是个案自己本身。所以我们当然在协助病人的一些过程中，我们也会告诉病人说，你们怎么样在保护自己的前提之下，可能不会像现在中国对待一些这些维权分子这样会危害到自己生命的情况之下，怎么样去取得你自己应有的权利，包含我们现在的一个照顾的个案，他现在是我们諮商部的主任，他叫卢芳，他是因为也是当初因为输血感染艾滋，然后后来感染巨细胞病毒，眼睛是双眼是失明全盲的情况。那后来我们鼓励他去跟医院打诉讼，那在诉讼过程中，后来医院自己本身愿意承认他当初的疏失，医疗疏失，所以跟我们的罗方进行了和解，那后来就赔了一笔钱。但是他的要求就是医院的最后的要求是说，你不可以再上诉，因为我已经承认我的错，我已经赔你了，这是唯一的条件。那当然我们罗方其实在后来也不再上诉了，因为他觉得说基本上政府包含在政府或者医疗单位，他已经承认他的错误，才会有这样的赔偿，要不然他可能不认错，他们就可能会继续的争讼，会造成更大的负担，甚至我们的罗方会因此被比如说公安单位关切，会被抓去关这样子。所以在关爱之家，在河南十年看到的这么多维权的人士，包含从早期的高二阶老师到近期的田喜。那我们看到的就是中国政府对于他们曾经我自己的一个论点，或者是我从网络上看到一些对中国政策关心朋友的论点，就是说中国政府在做一些决策上，即便在我们看来它是一个错误的决策，但是它绝对不会承认它是错的。但是在事后过了这么多年，像十年了，十几年了，他们现在都会有陆陆续续的一些措施在弥补。就像我们自己现在本身的服务的这些个案的小朋友来说好了，原本
原本中国政府在对于艾滋病感染者的这个整个家庭的照顾，因为都是农村家庭很贫困，有的时候可能是小孩子可能父母都是因为输血艾滋病感染而过世，只剩下可能隔代教养奶奶，因为奶奶老人家那个时候是不能捐血的，那小孩子因为母子垂直感染而生下来。那政府当初有了一个所谓的地保政策，就是你一个家庭一个户口，你的户口本里面有几个人，比如说依照各个地方政府的财政的不同，可能一户可能有，假设我以十个人来讲，一个人可以每个月可以领到60块钱的补助。好，60块是我大概到关爱之家，我现在到关爱之家今年是第6年，我就6年前领到，可能是60块。好，那可能有些地方政府可能财政比较好一点，他可能可以补助到一个人口是90块。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很多人就尽量把户口都迁过去，亲戚朋友都迁到那个感染者的户口里面去，因为他们希望多领一点钱，对他们的生活是能够提升有帮助的。现在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包含了当时的河南省的领导李克强，那对于这些艾滋病的儿童，他们也做了一个。从去年开始也做出了一个补偿措施，每个月有给这个感染的儿童有600块人民币的这个算是他们算是营养的费用，因为药物其实跟台湾一样都是国家免费药物的治疗，那但是在治疗的效果上面，据台湾的医生，我们有跟台湾的医生有了解过，其实因为大陆很多的药物是学名药。所以在药厂的提纯度方面可能不及原厂药，我们台湾现在很多感染者吃的都是原厂的药，在提纯度不够的情况之下，相对的副作用很大，那治疗的效果反而很差，造成了其实包含很多的艾滋感染者他必须要用二线药物，然后那但是在这个量的过程中，其实是对于一个感染者的精神生活各方面其实都没有获得很好的保障，对，所以才会引起有这么多的感染者他要去上访，他觉得他的权益受到损害。那关爱之家其实我最后现在这一个阶段，我觉得要讲就是说，我们很鼓励，就是我们所有的感染者去争取他应该有的权益，但是中国政府其实就怕大家聚集起来，如果你可能单独去跟医院谈，你找对的管道，像我们就有地方的医生，他们可能就是像我刚讲，他可能不愿意协助这个感染者换药，他后来感染者他可以甚至直接到县级的医院，到省级的医院，那省级的医院他的层级比较高，他会直接下命令给地方的医院要求他换药，那这个方式其实就可以达到效果，他并不需要再去做其他的诉讼或者上访，他其实只要透过一个行政层级的一个接触，其实就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这是我这个阶段要说明的。是没有办法连线，目前还没上线，是艾老师还没上线。好，我想问一下，好了，就是在现场有多少朋友看过艾老师之前拍的那个《瀛洲的孩子》的纪录片？有多少朋友有看过？其实艾老师，《瀛洲的孩子》这一部纪录片，其实就是讲当年中原学祸，对于我们所谓的艾滋村，艾滋村其实不是只有一个村落，它是指整个河南地区的农村，尤其是我们所谓的高发区，高发区几乎是整个村子的青壮人口都去献血，然后集体的到艾滋被传染到艾滋病的这个一些过程。那这部影片在国际的影展上面也得了非常多的奖项，那但是其实艾老师也因为拍了非常多这样的有关于人权关怀的议题的纪录片，也获得中国政府的监控，然后我知道艾老师前一阵子也是好像有被就是政府软禁起来，好，那我们在台湾，我们的一些媒体朋友，好，一些媒体朋友，其实我们都陆陆续续不断，有的时候会在微博上，好，就是大陆比较流行的微博上，常常会呼吁或者声援，
声援这些为了人权，为了这些艾滋感染者发声的这些人，我们帮他聚集，帮他联系，然后看试着是不是可以获得政府来重视这些问题，更高层政府重视这些问题，然后让这些被囚禁的人获得释放。因为其实我们看到的是这些去囚禁的这些执法者都是通常大部分都是比较地方的政府的领导所下的命令。那在我们跟比较省级以上的领导在沟通的时候，其实他们也告诉我们说，其实只要透过正常的途径，那并不是现在可能像，因为这部片是2010年那个时候拍摄的，那像大家刚刚看到影片里面那个叶海燕，那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在河南当地非常知名的维权人士，但是他非常非常热心，所以他有一个外号叫流氓叶，因为他的可能行为比较像男孩子，好，然后讲话比较大声。那但是确实事实上来讲，这些对于艾滋感染者，甚至他可能有些人维权人士，他自己本身也是艾滋感染者，他们在互相帮助的时候，常常把自己陷于险境。那流氓叶前一阵子也是被政府控诉，提了一些就是说名目，然后也把他抓去关起来。那现在我所了解，最近叶海燕的状况好像有被放出来，但是还是持续的被政府监控当中。那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跟我们自己组织的伙伴，从我们组织出去的伙伴，他可能回到他的当地，他也去帮他当地的其他的感染者做一些维权。那我们在沟通的过程中，我们不断的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怎么做，因为关爱之家其实是一个从台湾进去中国做慈善、做公益协助的一个机构。那我们不便其实去干涉中国的政治太多，毕竟是他们的就是政治的环境。我们就像叶海燕刚刚也讲，我们真的不了解政府他们到底在想什么。他们有很多的法令是写很出来，但是像我们在看最近可能习近平上来之后，对于这个所有中国的 NGO 其实是鼓励说，你各省各地方有很多的草根组织原本是没有办法立案的，然后鼓励他们尽量地方政府让他们立案，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老百姓可以捐钱给他们，让他们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但是从习近平宣布这件事情到现在，我们还看不到尤其河南地区的政府有特别的突出的一些行动。那我想地方政府可能省级政府甚至到地方政府，他们都还在观望什么呢？他们就看是不是有人真的能够做出这样的方式来。包含关爱之家，其实我老实说在去年河南省民政厅，其实就我们因为已经在河南工作做10年了，所以民政厅知道我们，甚至是国务院省民政处这些长官们都有来拜访过关爱之家，他们都知道我们为河南的艾滋病感染者做的事情，所以他们也积极的找出现有的法令，就现有的法令来说，找出为我们解套的方式。因为我们毕竟在中国也没有登记，好，我们毕竟在中国也没有登记，我们现在所有的资金在中国运作的资金都是靠当地的台商或者是靠台湾的捐款的来捐助的，所以在这个部分中国也觉得说，应该中国人自己应该帮助自己的，而不是一直靠外来的资源。那台湾有少部分大型的慈善机构，像慈济，好，可以在当地登记，那是因为慈济做的很多很多非常多，甚至投入大量的金钱跟人力，包含我们所知道一开始在最大的时候，在汶川地震的时候，后来在甘肃的那个洪灾，包含最近的一些天灾，那慈济都投入了非常多的资金、人力跟物力，所以慈济在大陆登记，其实是很快的获得当地政府的认可，可以去做。那像今年，在今年9月20号，
到23号到25号在深圳市，深圳市是全中国 NGO 最蓬勃的城市。那深圳市他们也很愿意让很多的 NGO 在那边立案登记做服务，所以深圳今年是第二年举办全中国地区的 NGO 的一个博览会。那今年因为去年第一年我们关家没有参加，那第二年今年我们本来要参加，我们也报名了，后来没有录取。那后来经过我们了解的原因，是因为深圳市主办方怕港澳台地区的NGO 不知道这样聚集，所以他们就预先邀请了很多的慈善机构就去。港澳台地区一共有25个名额，那他们就先预邀了20个。那当然是这中间包含了慈济基金会，他们也是受就是主办方主动邀请他们去设摊位来介绍他们的工作。那所以在这边其实在观之家的立场，我们一直觉得说，两岸的文化，两岸的文化跟两岸的政经现况，包含 NGO 组织的发展的方向都不一样。我在8月份的时候，我们关爱之家在河南为艾滋病的小朋友每年暑假都会举办夏令营。那在今年夏令营结束之后，我很荣幸跟河南当地的一个草根组织有一个 NGO 的对谈。那我们也发现，其实中国有这么多的草根组织，即便在这么没有资源的情况之下，这么多人还是热心的去做。包含我们在河南地区，我们听到有很多的个人，以个人为名义的单位，他出来做帮助艾滋病人，比如说做一个在河南在郑州市有一个叫艾滋公寓，大家上微博可能可以去查得到。艾滋公寓的负责人文刀，他是一个年轻人，他很热心，他到处去租房子，帮助艾滋病人，提供他从农村到郑州的6院来做检查。因为如果他一个检查的结果报告，通常要等2到3天。那在等待的过程中，如果你没有地方住的话，没有亲戚地方可以投诉的话，你可能要花很多钱，你要去住宾馆，然后你要吃。那所以文刀就很热心，像关之家一直在做的工作，就是提供这些来者，就是这些。让他们在这边等待的时间可以有一个住的地方，有免费提供他们吃住这样子。那也因为这样子，但是因为这些聚集的人都是成年人，所以他们有很多的讯息可以交换。那交换当中有很多的人也会有一些维权的意识在，所以文刀也因为这样子被关切过，然后被要求搬家，被要求房东，房东就说，你做这个事情，那个我被公安甚至是国保局的单位来关切，就要求他搬家。那即便他每一次搬家，其实我们从微博上看到他的力量其实是越来越强的，对，力量是越来越强，越得到更多人的关注跟支持。我上次看到他的微博上发了一篇，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你看大陆在支持一个你愿意支持对象的时候，他可以从天津一个不认识的网友知道文刀在做这样关注艾滋病人的事情，但是因为他们也没有钱，文刀没有钱，他就说那网友很热心，他就寄了一箱泡面给文刀，说那你就这个，如果你没有钱买在当地买新鲜的食物可以煮给艾滋病人吃的话，那最起码你有泡面，只要有热水，这些病人就可以不付了。我们看到网络上其实有非常多非常多热心的人是这样子在做支持草根组织的行动。那只是说在细制度来讲，台湾的 NGO 在执行所有的包含方案什么的，台湾的 NGO 是比较有规划跟组织的。那相反的，在大陆的 NGO 草根组织来说，他们比较套一句他们比较常讲话，他们叫造进。他们比较着急，但是他们很积极、很热血的去做，但是他们就觉得，我只要做到什么事情就好了。但是详细的规划呢，可能相关我们所谓的配套措施，他们可能没有想得很周全。那这个是我觉得两岸的 NGO 的一些不同，或者是我们可以互相学习的地方。因为我觉得这个没有所谓的对跟错，就像中国这么多年在看待艾滋病人这件事情。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台湾政府到现在为止
的法令还是不准艾滋感染者进入的。但是这是这其实我要附带说一点，这是在这是在包含移民好，或者是你来工作的时候，可能这是一个限制。但是如果你进来的话，是使用的是观光签证，观光签证的话，其实你可以不需要说你是艾滋感染者，你就是进来观光就可以了。但是我想说，如果是像铁骑是被邀请要进来的话，可能会有一些附带的条件。但是我知道像路德协会，那他们也常常办一些很多的论坛，每两年他们也都会办这样的一个邀请国外的艾滋感染者来分享的活动，那些其实都可以透过专案申请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停留的时间并不长，而且它是一种学术交流的活动，这个方式我觉得可以提供。如果以后对于要做艾滋工作的朋友，你们要邀请国外的艾滋感染者到台湾来的话，这是一个不错的方式，用专案的方式申请。对，要不然因为他如果说是用观光签证进名义进来的话，他其实很多事情他不能做，他很多事情不能做。那这也是我们在台湾的艾滋相关领域的 NGO 一直在跟政府提出的诉求，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落后美国，落后南韩，中华民国在全世界只剩下大概三四十个国家，是这么少的国家是还禁止艾滋病感染者，那个就是说比如说进来申请进来工作或者是移民的少数几个国家。南韩在在前年承办的那个亚太艾滋会议，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他们也因为要承办这样的会议，他们国家说好，那我就取消这样的政策，因为我们要邀请这么多国籍的艾滋人权甚至是艾滋感染者来我们国家进行交流，那我们必须要打破，甚至包含在中国也很早就解除这样的禁令。对，那台湾政府，中华民国政府自诩是一个民主开放的国家，在这样简单的法令之下，我们都没有办法做解禁，那这个其实是值得我们自己去好好思考跟反省。好，艾老师还在连线，然后电话也没有办法接通，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我们上一次是一个小时之后就通了，不过上场是因为艾老师记错时间的样子。对，那希望不知道，我们还继续试嘛。那不过我想延续阿凯刚刚的一些讨论，我自己有几个问题，或者是有一些部分，也许可以阿凯再跟我们多做一些说明。第一个就是刚刚提到河南的艾滋村，可以多帮我们谈一下河南艾滋村的这样的一种现况，以及它为什么会变成是一个艾滋村，像很多的朋友也许对这个部分并不是那么的清楚。那第二个就是你刚刚提到说中国的关爱之家是台湾过去协助的，那但是其实你提到有两个我觉得还蛮有意思，一个是在资金的部分其实都是在中国的台商，好，在台商去做协助，因为其实不太可能从台湾或从台湾进来，因为很容易就被挂上所谓的境外反华势力的这样的一个名称，所以一旦这样的名称被挂上之后，恐怕很多事情就不能做。那包括你刚才提到说，如果可以循着一些正常的跟官方接洽的管道，其实也并不是那么鼓励去上访的方式。那这个其实显然的有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就是在什么样一个状况之下，或是什么样的原因，台湾的关爱之家要去中国关爱之家去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在进去之后其实遭遇到的困难是什么，以及怎么去面对这么复杂的一个中国的这种环境，到底什么样的方式跟策略来做。那第三个问题就是刚大部分谈到的是跟医院跟官方的一些互动，那但是在台湾我们要成立一个关爱之家相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机构的时候，社区的反弹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部分其实在刚刚并没有特别谈到，我不知道在中国是不是也会遇到跟台湾类似的状况。对，那我就三个问题也许可以请来跟我们做一些分享。 OK， 好，谢谢主持人。其实我先从第一个，当初杨姐为什么会到中国河南地区去做这个艾滋的关爱之家来说起好了。在大家知道，但其实在就是在十多年前，当初中国为了一个血浆经济，
鼓励所有农村的人青壮人口去献，他们叫做献血，那就是说，把你的他们要用血浆分离机把血里面的凝血因子分离出来之后，可以去救我们所谓的血友病的患者。那因为然后他又跟你说，我农村那时候很穷，你献血一次，我给你一个人是50块人民币，那。人家会一般人会想说，哎，那我献血，我要献多少的血才够你用呢？所以政府就说，血第二是血浆分离机，就像我们洗肾一样，它血又会输回来给你。所以他就说，哎，那你这样，我帮你血洗过之后，分离过之后，那血又输回来给你，好像他们在宣传的过程中说，你就会更健康。所以有很多大批的农村青年，为了这个，在这个经济的考量之下。在经济考量之下，就去踊跃的献血。那每一就像我们的捐血一样，我们都会有个捐血证。他们在中国当时也会有个献血证，会有你每一次献血都会有一次的记录。那所以在当时很多的农村的青壮人口是前仆后继的去做这样子的我们可以讲是工作吗？我不晓得。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那个时候短暂的促进了农村的经济，但是谁知道在这样的过程中，有艾滋感染者穿插在其中。当时可能少部分的艾滋感染者在没有发病的情况之下，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艾滋感染者的情况之下，他去做了献血。那血浆分离机他在使用之后，他并没有做一个所谓的消毒跟清洁的工作，他就继续用给第二个人。进行了这个献血的作业程序，所以造成了只要被污染的血浆分离机，后面使用的人全部都因此而感染了艾滋。那在这样大规模的血浆经济大概开始发展后，大概3年之内，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高发村，像当时的上蔡。其实上蔡就是一个在河南地区一个很具指标性的一个艾滋村，当时就非常非常多。那他们死掉其实就是会埋在自己的田里面，所以当时其实我们看到我们杨姐去看到，甚至我自己第一次到河南的时候，我那时候是冬天去的，我去下乡的时候，我看到村子里面确实还有很多。在农田里面，就是那个坟墓，那个盖起来哈。我们在台湾好像就是那个我们割草完收割之后的那些杂草要烧，但是他们那个其实是坟墓。我后来问了，我也才知道。那当时有非常非常多的这样子的新坟旧坟都穿插在这个农田里面。那十多年过去了。关于现在中国，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我们进去其实当初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意念，就是我们要帮助这些病人，或者帮助这些孩子脱离贫穷，或者是让他能够获得更好的照顾，用我们当时在台湾的经验，然后来复制过去。那所以当初我们在做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所谓的什么特别的管道。我们就是默默的去做，也不明目张胆。我们这10年来，我们几乎都不做维权，然后我们也不跟任何的官，基本上不跟任何官方打交道，除了在医院，因为我们要协助艾滋病人，我们会告诉医院说，哎，我们今天来送汤，然后或者是我们有新的病人到医院的时候，医院会通知我们说，请我们那个我刚提到那个罗发，他会去医院跟那些新感染的病人聊天，因为刚感染的可能心情都会特别的不好。那罗芳是一个失明的人，因为艾滋病感染了失明的人，他却能够走出自己。他甚至我们当初杨姐送了他一个一台电脑，是盲人使用的，然后从台湾带了白手杖过去，盲人手杖过去。甚至是我们协助他，我们买了一个那个，就是有按键会有那个声，会说号码的那个手机，让他可以在一个很用耳朵可以听得到的情况之下，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让他自己感觉不是这么没有用，所以他当时很快速的克服自己就是后天带来这些困难，然后去协助所有在医院的艾滋病人，以他自身的经历，很多艾滋病人可能状况没有他这么糟糕，他只可能刚发病，身体很虚弱，到省里的医院来做治疗，那心情非常糟糕。看了罗芳之后，跟他分享聊天之后，他的心情其实是豁得开朗，他可以重新站起来去面对他的人生。其实当初关爱之家在河南郑州成立最主要的目的也就是这样，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自己在台湾以感染者帮助感染者的经验，然后也在河南这边可以落地生根。所以非常多的感染者接受了罗芳的帮助之后，他回到他自己的农村，或者是他可能要留在郑州继续的打工，然后让他的家庭环境变好。那这样的过程中是不断的重复，有非常多的人开始学习罗芳的精神，在自己的村子里面，在自己的或者是县城里面做这样的工作。那有些人可能比较高调一点，他可能需要有更多的资源，他可能就会被列为维权分子。好，那如果是像我们做的方式，我们就是只是如果有电话来，那我们就去拜访他。那之后有后来就会因为高发村的事情发生之后，有非常多当时的艾滋遗孤，所以有分当时就有很多的病人在到河南来看病，郑州来看病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那个罗芳啊，那个我们在哪里哪里有那个艾滋孤儿，你们要不要去看一下，去帮忙一下？那我们当时的工作人员也都是感染者，那我们就开着我们当时其实是没有车子的，我们就是搭着交通工具，比如说巴士啊或火车这样子，换到农村去，由当地的感染者带我们到那个小孩的家里去。那基本上当初我们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帮助的心态，所以我们当初也制定了一个所谓的资助儿童计划。那每个月我们支持一个儿童在帮助他的，不管是在紧急医疗或者是生活的补助方面，我们一个月大概在6年前，我们那个时候是120块人民币一个月。那现在是因为真的是我们也知道中国大陆的那个物价其实涨得很快，所以我们现在一个月也把补助提高到200块人民币，相对现在的汇率是1000块台币一个月。那我们现在能够，我们现在有帮助的艾滋孤儿，就是我们即便他还没有资助人，我们已经开始支持帮忙的这些孤儿，已经有在河南地区已经有600多名了。我们这几天台湾派去的驻郑州办公室的主任也刚刚从农村在家访回来，他也带回来很多的资料，包含更新的资料。小朋友有些可能他家庭状况，确实我们发现这几年因为整个农村经济改善了，很多家庭不需要我们的支持了，但是我们还是发现有更多需要帮助的这些因为艾滋病而受影响的孩子，所以我们也继续帮新增还有或者停止这些服务，我们的陆陆续续在做。那回到刚主持人提的问题，就是说中国其实对于这个境外的机构的资金的这个介入其实是很敏感的，所以台湾关爱之家在进入中国的资金其实是走一个比较不是这么正常的管道。好，台湾有许多的 NGO 在大陆做工作都是这样。那其中有一个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台湾政府在对于这个做外援的 NGO 的资金的监控是非常严格的，而且它课的税是非常重的。比如说你支持你汇出去是假设100块美金，它可能就要抽20块美金的税。好，是这样子的。对，台湾的政府像现在的规定是这样，如果你是从银行体系汇出去，那是都会被监控的嘛。那你就到时候年底你的会计师在结报的时候，国税局在跟你算的时候，你就是要缴这么多的税。所以台湾基本上大多数的我们所认识的一些伙伴的 NGO， 不管他做什么样的工作，在中国，尤其在中国地区，其实都是透过朋友转，或者是台商转，因为台商他们有自己的资金
金的流通的管道，那用这样的方式把我们在台湾募得的资金带进去中国，做一个最有效的应用，最有效的应用。当然，或许很多人是说，哎，那你们 NGO 为什么都在做违法的事情？对，但是问题是，我们面对了我们的捐款人，确实我们必须要把钱用在道路上。不是说我们不愿意缴税，而是说我们觉得这是助人的钱，为什么你政府还要扣下这么多？对，为什么还要？这我们不能理解。那政府现在也没有，好像也没有个说明。所以，我们台湾关之家跟其他像包含慈善基金会、其他的一些，甚至是罗惠夫，他们在中国也有帮助很多的聋哑的小朋友做手术的。我们这些单位现在也正要筹组一个这个国际的这个援助的联盟，对，也是要针对这些相关的议题来跟邀请大家来做讨论跟关系。那在关之家其实在中国的募款其实是真的，因为我们没有立案，所以没有办法大张旗鼓的跟一般的中国的老百姓或者是中国的企业募款。那也还好，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在去年河南省民政厅，在关爱之家做的第十年，他们政府主动释出善意的回应，所以他们请了半官方的单位，就是河南省慈善总会，跟我们做了一个那个合作协定，就是我们开了一个紫基金挂在他的慈善总会下面。只要是愿意支持关爱之家的，不管是个人或企业，都可以把钱捐到河南省慈善总会，然后指定给关爱之家红丝带家园来用。那这个资金是这笔捐款是河南省慈善总会由他们的名义来开立捐款收据。那每一笔的捐款都非常的透明。你通常如果说你有在大陆有使用银联卡，像我自己本身有银联卡。那我上次也自己试了一次，你交易完成之后，大概一个小时之内，你的那个捐款的信息就会在他的网站上面马上被秀出来，然后你去关爱之家的那个专页去看，马上就会有多一笔新增的捐款，除非你要匿名，要不然你的名字就会被公布出来，所以在这个信息的透明度来讲，其实基本上是很够的。那这是目前中国政府所能对关爱之家所做出的一个协助。那在去年下半年度，其实那个本来是整年度的预算，是对于关爱之家所照顾的在郑州家内的儿童所做的一个医疗资金的一个补助。其实在中国看病非常贵，非常非常贵，而且都是要自己先垫钱，之后才能回到自己的户籍所在地的卫生单位去核销。那在核销的过程中，他可能不会全部回给，不会全部补助给你，可能会核销一半，甚至是一毛都拿不到。那我们关爱之家照顾的小孩也都如果就也是会遇到一样的问题，所以当时中国是中华慈总，就是那个河南慈总的这个总会，好，中国的总会，他们拨了，透过民政厅拨了一笔50万人民币的一个紧急医疗金，提供给关爱之家的儿童在去年的下半年度做这个医疗，在医院的医疗的用途，所以我们也确实在这个方面就是获得蛮多的帮助，要不然我们其实每个月都在医院，在医疗的花费上确实很多，都差不多要10几20万人民币。在小朋友的看病的这个部分，那而且也都是关爱之家先垫钱，对。那现在呢？但是今年就目前还蛮可惜的，现在已经9月了，还政府还不知道这个有没有补助。好，那但是因为我们也因为在那边10年了，政府对我们也很信任，所以。政府也告诉那个卫生厅，也告诉那个医院说，那就如果关爱之家暂时没有钱帮这些小孩子缴这些费用的话，就让他们赊账吧，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所以他就说我们只要有一个固定的一个人，好，院长认可的这个人去画押去签名，好，医院的财务单位就会处理，好，
那次感染的，他可能是当时就是只是很单纯是只有梅，身上只有梅毒，在福利院发现的时候，他们也不敢照顾，对，然后就送来关爱之家。那我们治疗好之后，那福利院就想说啊，反正就你们就放在你们那边，就给你们淡养，然后这些孩子可能福利院就会帮他们做社外出养的每一个动作。所以从大概这几年下来，我们大概从关爱之家这边出去的孩子大概有将近20个，那有几个是确诊是 HIV 的小孩，那国外甚至有几个是身上有多重障碍的小孩，他可能需要到国外需要做重大的手术，比如说我们有脊椎侧弯的小孩，是那个脊椎是造出来是 S 型的，我们当初本来想帮他在中国做手术，那中国我们到北京的地坛医院去做，因为做手术之前都要做这个血液的检查。地坛医院就查出说，这个小孩有感染 HIV 是阳性的反应，他就不敢帮他做手术。后来又找了北京另外一家医院，他们检查是没有的，但是又听他们那个医院又听说，在地坛医院检查是有的，所以他们也不敢做。后来又把孩子又送回来河南。那我们在河南自己在郑州六院做的这个 HIV 的检查是阴性的。后来经过了福利院，因为这也是福利院来的孩子。后来经过了梅河，找到了一个美国的家庭。后来很顺利的，这个小孩出养到美国。我们透过了脸书，也有跟这个美国的父母有保持联系。他们常常会把孩子的一些讯息都跟我们放在网络上给我们知道。那在去年的时候，孩子动了2次的大手术，那状况也都非常好。那现在追踪的情况也是，这个孩子没有感染 HIV。这是我们所很高兴的，即便他有感染 HIV， 在国外，像我们知道，在美国的治疗是非常费用也是非常高的，他是有基本上是一半的是社会福利保险支出，一半是自己要付的。那台湾算是目前算是还比较好的，少数的国家算是比较好的，由政府的专案预算来做支持，对。那但是我在这边要附带一提的是说，大家如果全民如果觉得艾滋这个议题跟自己是没有关系的话，那会有更多，现在我们看到很多数据，会有越来越多的艾滋感染者发生。现在我们已经，其实在去年来讲，这个数字就非常可怕。100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全台湾的人，100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艾滋感染者，这样的比例其实是非常可怕、可观的。我们姑且不论他的身份或者是他的性取向。100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艾滋感染者。我目前做到比较好的是，我们这3年来是没有新增的艾滋儿童，没有新增的艾滋儿童，就是通过母婴垂直传染的。对，那因为这个是可以最好的预防方式，但是通过另外2种传播方式，包含就是血液的传播，或者是那个静脉注射药物，或者是体液的传播，就我们可能常讲的不安全的性行为。这样的感染的个案还是不断的在发生。那在上个礼拜，由我们的 CDC 所举办的台北国际艾滋会议当中，CDC 的第3组的那个陈长勋组长也发表了一些他们在政府部门所做的研究的数据，也发现了一个很奇妙的事情，这个我们也还在了解，就是针对同性恋跟异性恋的感染者中，异性恋发病的比率比较高，就同样是感染者，那还没有发病的人来讲，那异性恋这一年观察之中，异性恋发病的比率比较高，那反而同性恋者发病的比率没有这么快。那这样的原因不晓得是为什么，但是我觉得也要拜政府，这几年一直在告诉社会大众，这个 high risk， 我们所谓的高危险群，都是同性恋族群有关。那很多的可能异性恋的感染者，他没有注意自己的自身的状况，然后导致他忽略了及早筛检、及早接受追踪跟治疗，然后可能直到他发病，他进了医院，检查出来，他被感染了艾滋。那所以其实我在这边同时也要呼吁所有关心艾滋议题的人，甚至是即便你哪怕你觉得这个事情跟你没有关系，你可以拨一个时间到台湾有很多的医疗院所，或者是采血的那个就是检验所，
都可以免费做那个逆龄筛检。那逆龄筛检它其实一次可以检验的项目可以很多，包含了 B 肝、C 肝，还有那个梅毒，还有淋病跟 HIV 病毒。那这个其实你就把它当作是一个对自己负责任的一个健康检查。那如果真的发现自己可能在自己不知道是哪一次的情况之下被传染到艾滋的话，那你可以最起码可以及早的保护自己，进入卫生体系做追踪的治疗，那避免发病之后可能带来很多的后遗症。不然现在在台湾其实照顾非常多重症艾滋感染者，都是卧床插管的，卧床插管。我们现在照顾的所有小孩到成人的个案里面有将近100个成人个案，那100个个案里面有将近60个个案是卧床的，他可能是半瘫或者全瘫。那在这样过程中，我们看到很多就是因为他们这些个案早期就是不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可能也是因为自己爱玩，不管是要引注精干注射者，或者是发生危险的性行为。那他们都是因为没有早期的接受检查，自主性的去接受检查治疗，到医院发病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对，好，感谢李先生，感觉比上次还要久了。那我想我们现在就先把时间开放给我们现场的朋友，那我们还是跟艾老师持续的在联系。那不晓得我们现在朋友们一些看完影片的一些想法，或者是跟有关于艾滋的相关的议题的一些看法，都可以欢迎来跟我们分享，或者提出你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也很好奇，就像你们关爱之家，就是在进入这个中国，在做这个艾滋病的这个关怀这么久的状况下，你们有没有观察到，就是这十几年过后，因为毕竟血浆经济当初已经被批判了，然后就是大家也都知道这是不 OK 的事情，然后我不知道说这几年其实陆陆续续，如果还有一些新的就是艾滋病的个案，这些个案到底是从哪里来？然后还有没有在有一些大规模的感染的事情发生？那再来是说，这些十几年前因为血浆经济所带来的这些感染者，那除了这个后续的照顾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后续的我们值得关注，但是其实是忽略掉的一些社会的问题，有在一些持续的发酵当中？对，那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好，算了，先帮我回答这个问题好了，谢谢。谢谢，我觉得问到了一个重点哈，就是说在这个十年当中啊，其实我们观察到了在整个中国对于这个血浆经济，他们也知道这个是错误的行为哈，那也做出了陆陆续续像我刚讲的一些弥补的措施。那我也观察到这几年，其实有新增的感染者，很多是就是不是透过这个输血传染的，好，不是透过输血传染的。那相对的，我们看了整体中国的就是关于 HIV 的这个数据的统计来说，有很多也是开始朝着世界的趋势来趋近，就是它可能是透过不安全的性行为，然后透过药物注射。
那在药引注册方面，河南地区比较少，大部分都是在云南地区。前阵子我参加了两岸 NGO 的一个论坛，那我们云南的一个工作的伙伴，他们就是协助当地的一个女性工作者，就是这个性工作者，然后做一些筛检，然后也发现说，其实在早期如果大家没有宣导的话，很多的女性的性工作从业人员，他们是不知道保护自己的健康，他们就是反正我需要的就是钱，那我的工作就是这样子，所以他可能不知道自己如何保护自己，那在可能生病之后，他才知道说原来保护自己是这么的重要，或者是他不知道被谁传染了艾滋病，他要怎么样去求助无门。那透过当地的 NGO 的协助，也慢慢的可以获得一些在不管是在权力上或者在医疗上面的协助。那这是我们看到目前中国的一个趋势。那我们工作组的主要的工作还是在河南。那我们的其他省份的合作伙伴，尤其这一次像杨姐，她昨天去了云南，去了广西的南宁，那边我们是跟一个当地的也是 NGO 合作，叫做艾滋关怀。那我们在所以艾滋关怀的他的工作的省份的范围就比较广，包含了广东、广西、云南。那我们在福建地区，我们也跟了泉州的一个那个艾滋城堡合作。那针对我们福建地区沿海的一些感染的孩子，或者是因为受艾滋影响的家庭，也进行了这些儿童的资助的补助。对，那大家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好像福建地区应该好像比较，就是沿海城市应该比较，这些的知识啊或什么应该比较容易取得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事实上来讲，因为中国的人口的移动是非常大量而且快速的，所以在这些农民工到沿海城市工作的时候，他可能把自己身上的疾病带到城市里面来，那在可能也是不小心的状况之下传染给别人，甚至我知道我们福建有一个成人的伙伴，他是也是医疗疏失，他是拔牙感染艾滋，那可见他们在工位的这个部分，医疗的部分还是非常的欠缺。对，这即便在福建，在泉州，好，他们在一个一般的牙科看牙齿，都会有可能被感染艾滋。那这样子，我们就可见，大家还是会生活在这样的恐惧之中。对，还是有非常多的问题啦，非常多的问题不断的在发生。那当地的我们所谓的 CDC， 就是各地的疾控中心也一直在努力的改善这样的问题，但是毕竟。中国，我常跟我的朋友讲说，中国真的很大，你要它全面的改革是可能会中国会崩坏掉。你看台湾要改革都花了这么久的时间，还没有办法改革，甚至我们认为它是倒退，到做那个到倒退路的情况，那何况中国，在这么大的一个体制之下，它要改革是边走边看，边走边看。对，我们不能说它没有进步，只是或许它的进步。没有我们的期望的这么快速，这是我要讲的，不晓得这个有没有回答到你刚的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是，如果还有其他不好问的话，也可以都可以提问。那另外一个问题其实可能比较政治性一点啊，就是您刚刚有提到说，就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其实有您刚提到那个针对那个 NGO 立案，然后就是可以给他们补助这个政策，我刚刚有点听不是很清楚说，说这个是属于中央的政策嘛？也就是说，这个是越过各省级政府，中央直接下的这个政策 ，OK？那因为这个部分就又引发了一个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或许可以跟你们请教一下，就是因为我在做那一次采访的时候，其实我也有接触一些草根的 NGO， 那其实在譬如说山西或是河南或是深圳，我跟他们接触的过程当中，我有一个发现，就是
有一种就是非常草根的，就像您说的，然后他们可能其实更多是维权的部分，但是也有一些 NGO 其实他们是属于比较立案性质的，他们会跟政府申请项目，然后因为有项目，所以他们就有经费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其实我跟一个山西的就是做 NGO 的青年，他是做环境的，有过接触，然后那个经验很有意思，就是说其实他们会很有意识的去政治化，就是说他们因为拿了那些项目，拿这些钱，所以他们所做的一些，比如说环保啦，或是扶贫的一些项目，都是去组织年轻人，然后做这些环保啊、扶贫。但是其实维权的意识就相对被削弱了。所以我只是好奇说，就是像这样子的政策，我不知道在你们进去中国这些时间有没有一些观察，就是说这些政策到底是它是去就是说让中国的公民社会或是这些 NGO 组织更壮大呢，还是其他是在削弱那些维权的力量？那再者是就是说这个部分到底是对改革是好还是坏？然后另外一个我小小的好奇，因为像万延海老师他在艾滋病的维权也非常有名，他的组织是爱之心。那对像你们跟他们是有合作关系吗？或是他们是有某些敏感性？谢谢。OK， 我想就我们的经验呢，我们在看的经验，我首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万延海老师那边，因为万延海老师确实在中，因为他的机构注册是在北京，所以他的一言一行其实都非常的被关注。前一阵子他也才来台湾访问，接受杜德协会的邀请，还有很多的单位邀请来做演说。那我们在内地有些的伙伴，好，安甘的伙伴也跟老师有所接触。那就我所了解，其实万延海老师其实是他真的在这个方面的议题是非常非常有冲劲跟想法的。那在中国的体制之下，其实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么冲击这么大的一个作为的。所以其实老师的万延海老师的一些行为，其实是有很多人在微博上有不同的看法跟论点。那回到第一个问题。中国在习近平宣布改革开放鼓励各级机关做这个NGO 的设立的这个时间点上来说，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我前一阵子参加政大所举办的两岸 NGO 的论坛，香港的 NGO 有提出了一些他们在当地的一些看法。其实香港的 NGO 也非常的蓬勃。那但是他们就会看你申请的目的，好来做审查。如果你是做维权的，好是跟这些有关的内容好倡议的，他可能就会管制很多。他即便让你成立，他会给你很多的限制，很多的弹书。但是如果你是直接服务的，好直接关怀型的，这些其实他很容易就过，甚至在税务上，他可能就比如说就可以给你免税。的条件，那如果你是维权的，他可能他在各方面都可以给你苛刻。那相对的，在中国内地，我所知道的讯息目前也是这样，只是说早期在习近平还没有宣布改革开放这个 NGO， 鼓励 NGO 去注册立案之前，大部分很多的 NGO 如果他有立案的话，都是所谓的民办非企业。对，他跟他申请的单位不是，他可能不是民政局，好，可能是商业登记，但是他的服务项目是公益的，比如说他是健康的咨询项目，像我们假设关之家如果要登记的话，也是可以，没有问题。当初的河南的相关单位是告诉我们可以来登记，但是你就不是所谓真正的 NGO 或 NPO。就你是属于商业登记，但是只是说你的用途不是用作盈利，是做一个这样的那个回复，这样子。那现在因为中央有这样的善意的讯息释出之后，所以各个地方政府跟各个 NGO 也都跃跃欲试啊。那
中间有穿插一个讯息，可能大家之前也知道，就是中国现在目前很多关于扶助中国在中国在这个境内做这个艾滋病关怀或者是治疗的国际的基金是逐步的退出中国的这个市场。那主要其实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尤其是像我举一个比较指标的，就是全球基金。全球基金运作这么多年，它在去年首度停止这个计划的支持，让去年整年度的那个因为接受全球基金补助的 NGO 非草根组织没有办法运作。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些钱是透过中国的官方证所发下去的。比如说我接关之家，我跟河南省的疾控，我来申请一笔项目来做。那当然我跟他申请项目，我就必须接受他的约束，有很多核销啊什么很多复杂的东西。那在这样的过程中，许多外国的这些专家学者，他们就会接受到很多草根组织的抱怨，包含申请项目不易啊，然后会被政府苛刻啊，说这个可以报那个不可以报啊等等很多复杂的因素，甚至是他们在检视整个成果的时候，发现是不成比例的。你拿了这么多钱，但是成果做出来成效还是很差的。所以全球基金在第三季结束之后，它在前应该是说前年的第三季结束之后，它就停止了对中国的第四季的补助，那造成了第四季没有办法资金运作，包含去年一整年都没有办法有这样全球基金的资金再继续帮助中国的各个项目的运作。那直到去年中国内部自己不断的跟全球基金的总部来沟通，还有跟当地的就是各个地方的疾控，还有跟当地的 NGO 做出一些不断的建议跟协调，还有改进的措施。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个改进措施，因为一个资金的项目的运作其实是真的需要，尤其是国际的资金是被所有的支持者来做审视的，所以它必须是非常有效的运用在各个项目的成果的呈现上面。所以中国政府也非常做了一个很大的妥协跟调整，在这个资金的项目的运用的比例方面，在这个部分有做了一个调整。因为有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资金会是比如说我们常常自己会诟病人家说哎我给你钱，然后你跟我讲说你要扣掉行政费，扣掉什么费用，然后才会到那个你帮助的人手上。所以事实上你在对外宣布说我今天支持这个个案一个月多少钱，那事实上你可能扣掉很多行政费，这是全世界所有的捐款人都在诟病的问题。那在关爱之家是不会，在关爱之家我们目前执行的十年是从来不发生这样的问题，因为所有的行政费用是我们另外去的捐款人募的。对，所以我们不会从我们个案200一个月200就是一个月200，我们的账目其实是都有照册，我们都是透过汇款，或者我们即便那个月正好到那个家庭去访问，我们就省了2块钱的手续费，我们到那个家庭去家访的时候，我们就直接发现金给他，就直接让他签收，所以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那所以在这个部分也是中国的政府在对于草根组织这个合作项目里面做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调整。那这也使得全球基金同意解冻在第四季，在今年把它使用完毕。那但是今年使用完毕之后，就我的了解，国外的资金几乎在艾滋病这个领域都撤得差不多了。那所以中国政府跟所有的草根组织就很担心，那我们要帮助这些项目的经费从哪里来？所以我觉得相对的中国政府也做出了这样一个大胆的宣示，希望开放，让国内自己的老百姓能够愿意支持这些草根组织，或者是有登记的草根组织来继续能够有资金继续运作下去，去帮助他们做原来的项目可以持续的运作。这是我看到的一些变化。好，不知道。
道发生了什么事。不过刚刚提的问题，我觉得去政治化这个问题，恐怕不是在 NGO， 我觉得某种的最近这一阵子的上街或是一些抗争，就发现对于所谓的政治权利的这个争取或者是这个抗议倾向的相对比较少，但是在于所谓的环境或是一般的生存权污染这些部分，其实它的频率越来越高。那我觉得这之间有一些紧缩的问题，但是这里面是我不是很清楚，是它可能是有的缺点，就是它可能有的问题是说，因为中国的土地很大，所以这个抗议其实我只要迁厂，我只要做某种补偿，其实或者是我换一个领导，我的问题都解决了，那个就可以马上抵消那个抗争的领导。那我觉得这某种程度是很容易被解决，所以它的整个那种所谓的组织的力量发展要延续，它的困难度就比较高。可是它的另外一个好处吧，就是告诉大家上街其实是有用的。对，但是我觉得相对于在2008年，或者说刘晓波是在就是2008年到2010年左右的那种比较在政治权力的抗争上面，相对之下最近是看到的是比较少，对，反而是有关于破迁啊环境的议题是比较多。对，我觉得这很有意思的一个变化的发展，那特别在习近平上来之后，这个问题好像是更明显的一种发展。对，好，不晓得我们现场的朋友还有一些问题，我是不带，请说。对，主持人，然后跟语坛者，两位好，就是对，其实这个问题是刚刚就是听语坛者的分享，然后再加上听到刚刚上一个问题之后，然后大概综合得到一个影响，就是从语坛者刚刚在介绍自己在中国那边工作经验，在中国那边工作经验跟实际去帮助这些人的过程中，其实我会得到一个印象，就是说你在中国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你必须用很个人化的方式去做，然后甚至你的组织就必须要，就你的组织由于官方某些利益吧，或者官方某些限制这样子，所以官方许多限制，所以你必须要用个人化的方式，然后必须要跟维权划清界限。就你完全，你只能说你是服务，可是你不能涉及到任何跟维权有关的内容。然后甚至现在在中国政府现在鼓励成立的那些 NGO， 其实也都在鼓励服务性质的。但是服务性质的话，那基本上就有点像是，该说像我们现在理解那种假日去还抗的那种感觉嘛，就是假日去扶贫，然后假日去帮助弱势，但是你没有办法，但是你如果不牵涉到维权的话，你没有办法根本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可是这样的话，就变成说，你如果只能用个人的，然后你如果只能用个人的方式去帮助他们的话，那到最后个人的力量，然后只要官方认为说你超出界限的时候，他要处理的个人他非常简单，他可以非常容易去解决掉一个人。所以说，这些个别的维权人士，就是说，他们随时要监控，随时要，甚至随时要去要抓取关系，其实都还是很容易。然后我从语坛人跟刚刚提到的问题，然后跟互动，其实得到的印象是说，现在似乎这种个人化或者去维权化的这种状况，似乎是越来越紧缩的一个状况。那这个对于说，这个对于在中国的工作，在中国要从事这些工作，甚至是说要实际去改善这些弱势者的处境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因为如果说只能透过，就是说在行政程序里面，然后去找，在行政程该说不该说分头的工作，就是去找出行政程序的缝隙，然后去找机会去帮助他们的话，那似乎一方面是太迂回，而且在一方面是太过迂回。那再者，如果说他们有一个制度，没有一个制度化的方式能够去帮忙的话，那这还是很机遇性的一个方式，这还是很偶然的。那这样的帮助是没办法持久的。我的疑问是这样子。谢谢。那我刚其实我也在这样的过程中，其实我们自己在这10年当中，我们也一直在检视这样的状况。
包含我们今年在其实在夏令营的结束的过程中，我们自己审视了我们这十年来我们帮助开始帮助艾滋儿童在农村的整个补助的计划开始，我们自己也看到了，我们好像这几年中间除了发钱给他，然后关注他的学业是不是持续有衔接，然后鼓励孩子就是因为其实中国真的你如果没有一技之长或者是你的学历不高，真的能做的事情很少，因为他人口这么多。那但是有些孩子真的他就不爱念书，或者他的脑子就没有办法在念书这件事情上是有兴趣的，那我们就会有别的方式去鼓励他。那相对的回应刚刚这位先生的问题，就是说在我们在这样的过程中也慢慢跟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也慢慢了解，就像我们其实有非常多外国的人，尤其是美国人，他们知道我们台湾关爱之家在中国有工作，然后有小孩可以涉外出养，那但是因为涉外出养牵扯到国家法律的问题，所以我们只能告诉他说，他去我们郑州关爱之家看了这个小孩，我们可以给他说，这小孩是不是福利院的孩子，他如果要的话，还是要回到美国去透过正常的收出养的管道。来做收束养，其实这个是没有在任何一个国家，包含在台湾都是一样，所以这个没有问这个部分是没有问题的。那但是呢，我们也发现说，其实你看我们做了十年，即便政府现在给了我们愿意给资源给我们，他们还是持续监控我们。我们外国人要来，还没有到，我们还没他没到机场，我们的同事就接到电话，国安单位就打电话来说，那个今天你们是不是有人要来参访，行程是什么，然后他就要求我们随时要回报，其实行程他都知道，那他只是要一个 形式上的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有很诚实的 在做这件事情。那如果你一旦脱离他的监控，其实就会很麻烦，所以相对应的，我们在跟政府在互动的过程中，我们也学习到了，就是我们只要老老实实的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好，老老实实做我们原本服务该做的事情，甚至是提升我们服务的水准，或者是就像我刚讲的，我们今年夏令营发现了海鸥，我们的要可以改进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以前没有注意到孩子的这个服药顺从性的问题，然后孩子在农村是不是在营养方面是不是有获得健康的影响。那因为我们今年夏令营结束之后，帮所有的孩子进行了一次，我们有参加夏令营的孩子做了一个大规模的一个血液常规的检查，发现他们普遍缺钾。那普遍缺钾这件事情其实很严重，所以我们也请了请教的医师，那医师有没有一些建议，针对急性的孩子，他可能就必须立即回医院做这个补充。做注射的补充营养，那如果说是不是很急性的话，他可能就可以透过饮食。那暑假这个季节正好是香蕉盛产的季节，所以我们会鼓励孩子的家长，他在回去的时候鼓励孩子的家长说，你最近可能多给孩子吃一些这个香蕉。那当然我们也有评估说，因为今年夏令孩子的活动量非常大，即每天流汗补充的量，但是我们提供只有水，不是我们所谓的运动饮料，所以相对于在电解质方面的补充确实也是不足的。对，所以我们也从这个方向也来考虑说，这次的血液检查是不是正常的，还是说因为他参加夏令营完之后所带出来的结果是缺钾。对，所以我们也会有更多思考的空间跟做法来做一个补强的措施。所以我们在还儿童资料的建立上面，我们今年也做从暑假过也做了一个变革，就是我们在健康资料的汇集方面会更积极的要求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要把他的资料补齐，因为我们要观察一个孩子的我们要服务一个孩子，我们也尤其是艾滋的孩子，我们要观察他所有的各方面的发展，不只是在于他的学业上，或者是他关注他未来他想要走哪一方面，而是最基本的他的人所谓的人的生存权，
那生存权就是他的生命，他怎么样去保护好他自己的健康？那透过医生的建议跟当地医生的合作，然后给予这个家长一些开，他可能开一些处方或者是建议书，让这些家长能够知道该怎么样去改善他的孩子的健康，这样。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蛮关心，是能够在政治权利上面改善。可在实际的状况，他的确是有他的困难，因为只要稍微的跨出那条线，他可能连进去都进不了。所以也许这必须在这个阶段是采取迂回的一些做法。不过，那就是我补充一个，就是也是我们的经验啦，在北京奥运那一年，我们本来有阳明大学的一批学生要到河南去做服务的，河南的国保局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因为我们其实都是通用 email 跟电话跟当地的工作人员做沟通，所以其实这个所有的东西电话跟 email 都被监控。好，那所以他就建议我们说，他也很善意，他没有说不行你们不能来，他就说可不可以奥运之后再来，不要在奥运期间出来。那问题是我们这笔阳明大学的这笔那个教授的这笔专款的经费，就是在暑假期间让这些大学生去做服务的。那暑假过后，学生也没有时间，所以我们就迂回了一下，我们把这个机会留给我们在云南在大山里的孩子，就是我们爱之关怀那边服务的这些孩子们。让我们这群阳明大学的医学院的或者公文系的学生到云南的瑞丽、大理那些最偏僻的地方去了解这些孩子的生活状况。那也蛮特殊，他们遇到那个在瑞丽的时候，那时候正好有遇到地震，对，虽然没有造成伤害，但是也让学生体验到那个大自然的威力。那相对的中国政府也看到我们的做法，我们弹性的做法，我们觉得还是要做，但是我们就不跟你正面冲突。那他们也接受，他们小孩子到我们的孩子到云南去之后，其实没有接到任何一个关切的电话，没有接到任何一个关切的电话。对，我们即便跟我们河南的工作人员说了，但是我这个影响并没有到云南去，因为云南你要做什么抗争啊，什么鞭长莫及，对，你也搞不出什么名堂跟花样来。那虽然它可能离西藏很近，但是毕竟那西藏的问题又是特殊的问题了。对，其实要关心中国的议题或者维权议题，其实真的是要有非常多的巧思哈，就是。像我有时候是不能进去，但是有时候又可以进去。然后为什么可以进去，为什么不能进去？其实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至今仍然是一个谜。对，那还有我的同事去开会，然后前一年他是可以去参加，他是一个每年都有会议，然后隔了一年他突然间能去了应该是在杭州那一带吧？对，去杭州就能可以去，但是不准他进入会场，然后被带去游戏游了一天。然后就回来，就这样子，就是常常会是一种非常莫名其妙的这种状况。那你也不知道我们到底有多伟大，或者多么不伟大了，为什么会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像关爱之家，因为它可能会介入到一个更大的，比如说政策的部分。那不过其实我常常跟中国的朋友在聊说，我刚刚提到那个消减的力量，的确是要特别的关注，但不是任何人就能够去承受，只是在从事维权的这样的工作当中，他必须要自我的提醒，就是因为太容易对付了，对，就是他的太容易回应，太容易消减。那怎么样把他这种不断的互动过程当中变成是一种练习，一种反抗的练习，找到新的可能性？我觉得也许是更多关心中国民主的朋友是必须要再去关切的哦。那因为时间到了，然后艾老师也一直都没有办法连上线，那必须要跟大家很抱歉哈，就是对我们算是欺骗大家嘛，还是没有办法达到我们原本要的期待哈。那上一次的活动是有，但是这次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有各式各样的原因。不过从中国的通讯的经验当中 ，Skype 是相对是一个安全的，相对是一个比较不容易被操控的，对。那也许只是刚好很巧，没有办法连线上，对。
那因为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最后要不要做一个小小的结论？我觉得回应刚主持人就是在这个通讯部分的比较有趣的，就是其实我们自己在这十年当中发现中国在通讯的操控上面其实比我们想象中能够做的多更多。好，他在他的影响包含他的监控，你看他连美国的这些政府机关都可以害进去。那你看连小小的 Skype， 像我们平常用的都是我们跟内地的同仁要用的联系方式，可能都是用比如说 QQ， 他们比较习惯用的，他们可能要看脸书要翻墙，但是翻了墙之后他们自己的微博就上不去了，因为你是透过别的管道出来的，那自己的国家的那些通讯软体反而会失效。所以这也是我们也觉得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很奇妙的事情。那像 Skype 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通讯软体，所以大部分我们同仁在使用这些软体的时候，通常也只是在于档案的传输，比如说大档的传输上面，它是一个比较技术性的门槛，对，它是比较不容易被阻挡。那但是其实在跟中国工作在工具上的应用来讲，其实是非常多元化的，非常多元化的。只是说像包含现在雅虎要退出中国，那包含中国自己本身内地的一些软硬体的开发其实非常蓬勃，所以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也会善用这样他们当地的一些原本开发的一些资源，包含像腾讯啊，像新浪其实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包含在台湾跟北美都有设分公司。那所以我们会运用多方管道的一些媒体进去做这样协助我们在工作上的应用啦。对，那甚至是我们有的时候手机，你打手机很贵，像我们会用 LINE 嘛，会用 LINE 有网络，那我们跟大陆的同事他们可能用 LINE 不会通，那就是用微信，微信其实就是 QQ， 他们所谓的 QQ 了，对，就是都是可以互联，都可以连得上。那我觉得最后今天我觉得一个结论就是说，在关于这家经验来看，中国的整个改革来说是如果大家关注中国的改革的话，其实是可以从非常非常多就是细微的事情去慢慢的推动，那可以有各种不同新的尝试方法。对，因为中国对于新事物其实是很好奇的，而且他们老百姓对于新事物是比较愿意去尝试的，所以那政府对于新的事情基本上他不懂，所以他也不太会去阻止。对，所以我们在跟中国的政府就官方，像河南林郑明在合作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抛议题给他，抛合作的方向给他，让他们去思考他们能够做到的底线是什么，而不是单纯的他想这样做，那就是只有这个框架。因为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做到的是更多，在比如说我们讲的服务的内容、服务的方向跟项目的工作上面，那相对的也让政府部门知道说我们能做的可以更多，那你们能不能给我们这么多的空间来挥洒？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更良性的互动，而不去主要去碰政治议题。因为就像我们讲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他们看台湾其实好像是民主开放，事实上有真的是民主开放吗？我个人不这么认为。以上。好，谢谢阿凯跟我们分享哦。那我们这个系列的这个这样的感觉，下个系列就是我们的爱小女维权影展，就是我们有两天，然后四个场次都已经到这里结束了。那就是由公视新闻议题中心 PN 跟公共行动影记录资料库能办的活动，那我们希望以后还可以有其他的影片来跟大家做一些讨论啊。那再一次谢谢大家来参与，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大家。那因为还是没有办法连线，跟大家致歉，不好意思。